教你如何开走一台超级神车玛莎 MC 十二。这车全球一共只有50台，2004年横空出世。那么如果有一天你买了它，你知道该如何将它开走吗？先别急，因为点赞兄弟你们一定买得起。首先将那个简陋的钥匙插进去，一拧，哎，怎么打不开？哦，拧反了，不好意思兄弟。那如何坐进去？首先一个脚进去，然后转身往里一坐。虽然这个车外面看得非常的宽，但是里面还是很挤。一坐进来呢，看到这里全是碳纤维，中间呢还有一个反光镜，但回头一看，这啥都看不见。所以我猜这应该是给副驾小姐姐用的吧。还有这里啊，看是碳纤维，但是一摸是软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材料吗？这个尾翼真的超级的大，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吃饭，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下面呢则是全碳纤维的扰流板，双边四出的排气，这个车真的是太香了。现在来发动这台上古神兽。车主非常感谢他让我们开这个车，这里你能看到所有车全都是他的，包括这辆 CN， 像福特 GT， 还有旁边的918。Can you say hi to all the Chinese fans? Talking to Chinese friends right now? Yeah. In China or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ake him to come here. Have to come here. Hi China. How are you? 他呢也是全北美第一家兰博基尼专卖店创始人，我们很荣幸跟他成为了伙伴，以后想开什么神车都不是问题。虽然现在很多人骂玛莎拉蒂垃圾，但是每一个品牌都有它的文化底蕴，就像这台 MC12， 它会成为永远的经典。